罗林为亚视担任今届亚姐的评判，自己都是选亚姐出身，回到来就梗系觉得特别有回忆和亲切啦。不过亚视有存财困啦，罗林会不会都好担心呢？哎呀，咁其实咧呢样嘢都听咗好耐啦。咁啊，我觉得咧亚视好似火凤凰咁咯，好似不死鸟咁咯，成日都会复活嘅。咁我希望亚视咧就会越嚟越好啦，咁可以提供香港多啲就业机会啦。最紧要就系希望有多间电视台，咁啊多啲竞争，有良好竞争，咁啊更加多啲朋友可以睇到好嘅节目咯。罗林最近成日都两边飞打理国内嘅生意，睇嚟都做得有声有色喎。因为上海嗰间美容院啦，咁即系有少少粉啦，咁所以差唔多一年咧每个月都要去两次啦，咁啊加埋另外啲其他品牌护肤品牌嘅合作，咁所以一个月都会飞三次嘅。咁其实内地嘅发展各方面都越嚟越好啦，其实我都希望将来啦，等我细仔大啲啦，咁我都希望喺内地居住咯，咁就唔使飞得咁辛苦啦。自己都係個美容院嘅生招牌啦。希望啦，希望，因為真係喺內地嘅美容院嘅生意真係同香港比係內地係非常之蓬勃，好多人都會好樂意去做一啲輕醫美啊或者係美容嘅。